我跟李志华是政大戏研所同学，然后这是我们戏研所的同班同学陈亮志。我是陈亮志，啊对的，而且我也在湖里长大一段时间，是啊。那简短的说，我现在来今天来谈是，是因为做创业投资30几年，我最近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，我想要成立一个，不是想要成立，我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5G 边缘计算的研究院，目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加速培育这个 SDN， 我要问房间，反正就是这个领域的东西。那这个领域的东西呢，我的构想是先成立一个叫做领袖，针对一半是资通产业的企业主，对，派他们自己企业的，称他们将来的，或者称叫做整个未来的他自己的云的计划主持人，知道。另外就是垂直产业应用这些，也是一样，是。那我跟清华大学的学联网，对，节流公司已经讲好了，就是用它设施啊。那么开始推动了一段时间。对啊，我前几个月好像有接过，接到我里面 email。是吗？是啊。嗯，没有几个月，我假定有发 email 的话，我是透过领丁站啊，还是啊？对啊，那领丁站问我说：“我有没有你的 email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。”啊 ，OK，OK， 对。那大概是一两年来而已。对对对对。好。那假设你看过这个东西，对对对，这个概念我看过啊。那这个概念，对不起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有，有拿到，你已经拿到我们的，已经拿到你的，对。好，那所以我今天来就是，我也去看过技术处了，对对，也去干看。我那时候看到就想说，这主要是技术处的事情嘛。但是技术处的那个许东阳啊，对，是许东阳说，你要提一个计划。几个整合型计划，对啊对啊，但是呢，你要培育的这个部分，他说你去找工业局的李存孝，我也去跟李存孝谈过，李存孝说这个人才培训，他说我们的层级还没那么高，他说我说我应该去，我再会打电话跟许东阳说，那我现在碰到的困难是什么？我的困难的困难就是我因为人为言轻，大家会觉得你这个糟老头办得起来这个玩意，这是吗？太谦虚了，不是不是谦虚，这是事实啊，就是说是我事实上也去找台大电的郑平，对，郑平说你要弄得更具体一点，我心里面想着说，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都在摸索当中，我要怎么说得更具体啊，我也不晓得怎么说，我现在大家想的就是像之前那个人工智慧学校帮助中小企业转型，他们是非常具体，就是品管啊、品质保证啊等等等等，那假设您明白我的想法的话，我大概现在的说法就是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什么方式让一些，我的构想是用饥饿营销的方式，我要招40个，了解，我希望80个或者100个，大家都想，然后我们就择优录取，完了以后办第二期、第三期，我理解。但是这个将官班其实不是我们真的目的。我们是要有将官班之后风气起来以后，我们才办军官班甚至于士官班。好，困难是什么？困难是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说真的，师资真的非常难，确实，我想透过中国大陆运营商、中国联通或者什么，得到的讯息都是太忙了，对啊，而且有讯息说培训不如谈交流，交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，我们分享我们的经验，但是硬件也好，对我也挺支持啊。这是讲叫师资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企业的对观望，我想并没有人不认同说人才急缺，而且呢，必须至10年制，并不需要3年制，这些概念大家理解。当然，还有就是为什么是你呢？你能办好吗？所以我们师承也有个教导团，师承上面我们有很多这个构想。对，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层级，可能我希望有更高的层级的奥援。我理解了。对，就简单的说就是这样。有没有要补充的 ？OK。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就是说，你们的那个师资已经，就是台湾这一侧的已经去寻求
我刚听到的就包含学联网这边或台大。学联网不是提供师资，学联网基本上提供它的设施平台、对吗？对。那设施就只是它的软硬体空间。我也去拜访了伟创的伟域、对吗？跟那个叫刘什么达刘德泰是Ted， 我也跟他谈过，他说他也是告诉我，他说我们做人培可以，你这个层级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甚至于去拜访这些大企业，我透过我自己的关系，我设法接触的人要传递这些讯息，还是一样，就是对他说我不晓得怎么告诉他，对，因为利用 AI 做数位转型，当时在然后这个学校的初期，当时其实比较不是导师而是业师嘛，就是说他自己在他的行业里面已经成功的运用 AI 做的数位转型了。那好比像说像纾困案，这个中国信托审案全部给机器人了，三分之一根本人都没有看过就出去了。那这样子当然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。那这个时候而且他也比较不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平常事情机器做掉了，所以他就有空去帮助其他人转型。那现在5G SDN 的一个或 Edge Computing 的一个特色，就是说即使他是要做新的专网或之类的，他现在才刚刚开始做，他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去跟外面讲。事实上边我的构思对简短说，我们是想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针对竹科的员工还有企业，我们设法我们自己有一个边缘云的架构。对啊，我的创投这边我们已经基本有三个核心，一个核心是这个Cyber Security Security Engine 是美国的技术，知道。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这个 Connectivity Engine， 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用的最强的是我们会做一个 Heterogeneous 的这个 Edge Computing Hardware Module。了解了解。那这个 Hardware Module 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带一直的边缘运算，而且呢，我们很有自信，我们可以在两三年以后。我们会横空出世的技术，但这个不是我们最先就想要揭露的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而在一个封闭测试场里，我们针对竹科的2000位，我们想要设定作为限定会员的这些意见领袖级，或者说是创始会员跟尊荣会员，我们设法提供它安全无毒、方便合理、美味而健康的家常餐的供餐服务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要真正我们是要做一个叫做生活应用服务，生活网，所以有十有一，我们定义的一是医疗的一字，一是做个人健康资讯，甚至于各种智能的这些东西，都在我们这个边缘里面的架构里面，因为深入到他家里面去，就有智能家居、住、行、是交通，还有娱乐。对啊，那这些娱乐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会跟那些相关联，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 Edge Computing， 我们希望做到 Immersive Edge， 可以把 AR VR 跟 AI 的真正的那个，就你们会有的聚会都在 VR 里开了，这样。好，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网，事实上面它的云本身啊，半径范围是非常小，但是结合交大的 5G Core、Free 5GC。还有交大也有 Software Defined Radio 基地台，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事实上最重要是要做测试打磨的某个范围去画一个毫米波的专网，这样不一定毫米波。其实我先把说我们说五 G 边缘云，但是其实我们的通关密码是超前部署边缘云，或者说是对，因为现在都还在非独立组网啊，对，就是到底哪里来的？五 G 大家都说第一，五 G 还早得很。对啊，边缘云跟我无关，但是我们最想要改变的主意就是，我们台湾的企业没有这个 core modernization 的概念，没有云的概念。我有听懂，我真的有听懂。没有云的概念，这些企业我们要唤醒，他说是，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件事，而且必须要赶快现在部署，不是超前部署，我们其实是要尽快部署。我真的有听懂你的意思，对，对，但是因为像我们在行政院。我们有这个动机是因为主要是资安上的嘛，对，每一个私属自己管自己的系统，破口很多，全部向上集中到一个私有云，这个非常 make sense。 对，那大的企业集团尤其是它的供应链比较长的话，当然也有面临类似的情况。跟您刚刚讲到的是说，它在园区里面，它是园区里面个别的就是公司的成员，又不是公司它 top down 的，那它除非是它在
就是资源的分配的这个领导层，不然为什么他有这个动机来学这个呢？其实这个动机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是针对刚刚讲的饥饿形象，我们针对能够同意这个概念的人，他是 early adopter， 他是能够 experience 真正有机会可能将来会带到带来的生活方便。其实是从十一岁就预热帮你传，我们是有很多不只是传教，其实我们传教的概念很重要的就是它其实是个测试产品，而五 G 的很多垂直运用并不是已经define清楚，确实才发展出来，确实我们其实就是用本地的环境本地的技术，尤其是刚刚讲的核心技术都是 MIT 的技术，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自己完全握有的一个掌控空间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可以开发出来的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用 5G， 尤其是开源的东西，五 G Core 它本身是个很好的一个作为 A Team 的一个平台。我有听懂啊，但就像你要煮石头汤，一开始还是要一块石头，就是说它加入还是这个石头汤。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，其实这个石头汤最先我们会强调的其实就是 cybersecurity。了解。企业你先试用了以后，我们在某一小块里面。你不放心的话，你先测试我一个沙盒，而且这个沙盒的过程中，你其实是不断的持续改善方案中间，到我们已经觉得 OK 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这个边缘里，我们目标是要把它做到一个我称为是 cultivated by Taiwan 的 agricultural ecosystem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2000个安全无毒健康美味，这个其实是针对最高端的项目。就我听懂。我们一旦把这个事情有一个智能的中央厨房做家常餐的中央厨房，而且智能化的后台可以结合五 G 时代或者说是大数据时代，大数据的原则 mass production 又做到个性化的服务，这就是我们的差异。就我了解，就是跟我们提到的说怎么做到天心的部分，怎么让大家经体验到，甚至于我希望它会变成园区，是我们台湾要跟世界宣示我们的社会创新实验。OK， 它是用这个东西做一个最好的一个 model。所以你第一块石头就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共同购买的消费合作社。OK， 不只是消费合作社，这个消费合作社最大的不可能是我们这样子，这一个边缘云本身它是个智能生活网的起点，是用吃，高科技的，而且是用吃。就是我们讲五 G 边缘云，那五 G 可能还没到，但是我是已经 ready for 五 G， 甚至于我的整个部分是 design for 五 G 的 readiness 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摇身一变，就让大家看见。我理解了，真的。OK， 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概念。我觉得很棒，而且我们已经整合了一群，而且我们已经整合了很多 virtual 的 partner。对，那我具体的建议就是你的 branding 啊，五 G 边缘云哦。跟刚刚讲的这个，就是个性化的这个可相信的，我真的这个我来回你自己介绍一下这两个，那个在大部分的认知里面远到一个你很难桥接起来的程度，完全了解，完全了解，这个是你自己说吧。我是 Avery， 我是课长，跟他的同班同学，是也跟志华是同班，谢。那我后来我一直在 Food and Drug 这个是以前台湾有一个叫面素一堂。我把它改成慢秀雷敦，那好久哦啊啊！您就是慢秀雷敦这四个字的作者。OK， 那么这个后来我的后半段，过去15年在大陆，对，我待过大陆的统一，待过大陆康师傅，现在我退休了，在康师傅东北区的地区董事长任内退休的，这个因为是同学嘛，他在做这些前卫的事情，我说这个。一些 communication， 对了，消费觉得 branding 您要多帮他想想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今天跟他 OK 好，我想今天我了解，那我们也都有就是录起来，所以之后在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对话。那之后如果有新的 branding 有想到，那随时欢迎 email 我。那因为我现在后面还有一组人嘛，这理解，我们可能之后用 email 沟通比较方便。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指点，我们怎么设法跟政府的资源，我们可以做更紧密的连接，或者说是我的期待，就是当我去跟这些企业主去做 pitch 的时候，不只是 pitch 内容本身，而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移除他们的怀疑。我也想一想，好吧，这很好的题目，是非常谢谢，谢谢。